那那样子顶力啊，这个女孩子这么伶俐，很伶俐，对家人也很孝顺，对家庭非常照顾，而且很聪明有智慧，多一个这样子的义女也不错啊。啊，真是回台湾跑了很多的地方，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台湾人的，尤其是嘉义，我是嘉义出生，啊，嘉义出生就这个土性是比较重的，哦，他草莽，连吉上次讲常常讲的草莽，草莽的个性。我们有一个比喻就是这样的，说有一百个停车位，如果全部停美国车，只能够停80个，因为美国的车子比较大。那么停日本车呢，就可以停120个，因为日本的车子比较小。那停德国人的车呢，刚刚好是100位。如果台湾人来停车啊，只能够停2位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停一个停在出口，一个停在入口。啊，台湾人就有这一种特性啊，我高兴怎么样？尤其是嘉义人，高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欢喜就好。所以他停车不按停车位停啊，他这是讲台湾的。那么我这一次这个跑了台湾全省，这个跑堂是非常的辛苦，但是也是非常的欢喜。看到这里有这个印尼的地址，印尼嘛，哈，印尼地址，印尼地址，还有那边，那边都有，哦，遍布，什么车都停了。马来西亚，还有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。我是这样子讲的，国情不同，国情不一样。台湾人开堂的，就是在他的这个屋顶上最高的地方啊，那个铁皮屋一塔，他就开一个堂，小很小。印尼不一样，印尼的每一个堂啊，都比我们台湾的雷藏寺还要大。马来西亚的雷藏寺也都很大。啊，我不是讲说釜山的台湾雷藏寺，一般的台湾雷藏寺都比印尼的堂还要小。印尼的雷藏寺很大，而且印尼的堂也大，马来西亚也一样，都是地方都很大。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台湾的岛是一个番薯，番薯呀，像一个番薯一样的小岛啊，这个地方小，所以堂就小。所以你们来的人不要见怪。台湾人是这样，很随便的。这个在屋顶上弄一个，那个他就申请堂。